好，大家午安。那我们今天很荣幸的邀请到永东科技大学的视传系的老师来帮我们上一系列的课程。这课程总共会有四堂课。那第一堂课的话，我们会和大家介绍是如何善用免费软体。大家看到免费两个字，眼睛就亮起来，对不对？哦，免费力量大，哦，不管是免费的赠品啊，是免费的软体啊，还是免费的 APP 啊，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对不对？对。所以呢，今天呢，就要请老师帮我们上这堂精彩的课程。那大家再一次就是鼓掌欢迎老师。好，谢谢大家。这样怎么感觉起来好像在开直播会？好，那这个其实您现在看到这个是我们这一次有四次的课程，四次的课程会就是这是最后一次要跟大家分享，要跟大家分享啊，所以今天利用这一次第一次来的时间，就顺便一起把它架设起来啊，这样大家都知道说你第四次就可以上电视这样。对，而且当然要换成我们自己医院的背景，对不对？所以我有做一个我们 3D 的部分，好，这样会比较 OK 一点。好，夹住就好了，夹住就好。对对对对，好，那这个看这边的这一个萤幕是那个叫做幕后花絮啊。好，那这个我就先收起来。其实呢，像这个我们这个虚拟摄影棚，你会发现，你就知道为什么现在网红那么多了吧？很容易变身嘛，对不对？哈 ，OK OK，